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，我是阿明。台湾俗语讲啊，少年啊未晓想，食老的唔知影样。咱今日特别来宾就讲啊，真感恩，好家在有主者，那无啊，食老伊啊，真正唔知影变做虾米款啊。安怎讲呢？请大家来看伊个相片哦。这张相片就是啊，咱今日特别来宾啊，王江东师兄51年前的相片。过去的伊啊，甲大家报告哦，伫乌社会走撞啊。受10几个细汉的对伫身躯边的阿年纪大哥呢，吼、哦，明明是爱食薰、爱啉酒、爱跋筊啊，但是捌伊的老朋友啊，煞开伊是啊，摕刀来外科医师啊，你就知道啊，过去的他脾气外歹，就是靠拳头啊，摕刀啊，甲人拼输赢。这款的人后来哪有因缘入来组织，变作是为人服务的快乐志工呢？咱今仔带大家到彰化来，实在进入75回王江东师兄龙柱回头的故事。咱那个恁的车管也好，我底下人做唔好个啦，十外岁要学个。恁这太早滚，太早滚，哈，太早滚，我少年时迄款太早滚，我只有只少哈。少个，今麦看袂方便咯，会喘。打拳习武，有着江湖人性格的王江东，在福兴乡这个小村落，总是用拳头出面帮人瞧事情，天天上演电影《蒙甲》里头的剧情。下面是一个单亲妈，别开玩笑，也是叫人的养德啊，叫人养德啊，下面的养德啊，啊，当然有。怎么养得了了？怎么的亏到位了？啊啦！医生咯，挂科医师就对了。你叫江大，江大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了。啊，那给我那个医，无真无，无你他们叫你叫我啥？卖没话的。还在当老大的时候，王江东的生活态度是反正命一条，顶多让天收回去。直到生了儿子，他才开始学会珍惜自己的生命。啊，今仔他属于有开了啊，他不咧，袂其他不差啦，他不差啦。就不要陪着领导。对啊，就不要陪着领导的啦。你叫几担啊？40多担。无啥伫厝里，较无责任。较早啊。啊，较后来咱就是较无咧拍拍走咯，就加干斗侪啦。伊头下那前头那囡仔虽然伊是较吃亏啦，因为我较离离后壁走，较无啥迄个过意啊。师姐好，你好。哎，你看到奶奶到边处来？哎呀，妈哎呀，奶奶哎呀。虽然已不再过问江湖事，王江东的家还挂着象征骁勇刚烈的闭口诗和国术馆的执照。他说这是自己参与舞狮活动，免费帮人看跌打损伤的过去。这都是执照。我这台湾国术工会，我是台湾国术工会的。说着说着，重视体格的王江东很自豪地告诉我们，过去他的劳动力强，所以身材从来没胖过。唔得肥个，拢未超过60公斤咯，差不多58到60一磅。和我们聊身材，聊体格，也聊以往不好的习性。王江东说，赌博让他输掉了一栋房子和身上的积蓄。都跋到跌落水里的，都未掉了，啊嘛无成都长去。一届有跟跌落一条？跌落了，因为一摆过跋。是一届还是做几届？一遍，一遍差不多是两次。回归平淡，减少不必要的开销。以前的老大现在每天帮人播种、送餐醉，简单的生活让他觉得充实又自在。你那产不奇怪啊？
唔是，做真济啊，唔是我诶。还没收到，哎，这哎，厂家人搁种别项啊。哎啦，我拢没时间啦。但是我辞职的物件哦，去个辞职咧做，无论做啥物技工，我拢唔要去人耽误着啦。我家己个啥去呢？算我家己个啥去呢？啊，你做这嘛是？应该是吧，吼、哦，安闹算啊，吼。我若无在，你修行我无经历啊，啊无经历我行袂落啊。清除碎玻璃罐和杂物，王江东在大太阳下赤脚下田，脚步稳健，不再狂乱。他说：“保有简单的心，学习付出，就能体会实在简单的快活。”浪子回头金不换哦，过去啊，可能敢唔知影，敢不晓想啦。唔过即摆做主者就欢天喜地，脚踏实地啊，哈。今日敢问咱哦，愿意从过去绕过代啊，讲话咱在诶，咱的王江东师兄啊，特别为中华来哈，敢问，哈、哦。啊，过咱的户外队长哦，嘛陪伴咱的年本源师兄，敢问哦，感恩，感恩。嗯，咱的江东师兄，哎，捌你的人拢叫你，拢安怎叫你啊？那外埔头的人，了解像汉堡一边的拢过叫我江大的。江大，我都叫中二啊，中二江，还叫江大的江大的。江大的江大的。一清一色的，啊、哦。好。啊，那这边是乌皮叫我按哪叫，我就按哪个用。哎。啊，这边较有够清河，伊迄规片的南庄一边拢过叫我江大的江大的，小不离人。江大的啦，哈、哦哦。啊，这边大家拢按哪叫你啊？啊，即卖落主席，我无啥参怀人咧接受咯呢。拢叫你师兄师兄啊啦。嘿啦，大部分叫师兄啊啦。嗯、哦。大部分啦，伊经过改进过咯。改进吼。伊阁叫我啥物，我未接受咯。江大。哎。迄、那个拄啊，你个朋友哪啉茶，哪甲你开啊？讲过去你用提刀啊，甲人人啊，外科医师啊。迄个对农药店个头家。以前啊，捌你有村哦，拢知影你过去闹几代呢。知啦，知啦，知啦。啊，知啦。以前你身躯边带十几个哦，啊，迄马在咧做地色啊，哦，做地点啊。你开过地点啊？嘿啦，甲人讲过。哇！啊，你开地点啊，开过两间，你若无无一寡囡仔，敢会生存？有食食说食霸王，啉霸王茶。哦。哦啊，咱一寡囡仔人较唔敢。有昏迷的就对啦。对啊，你找找囡仔。十外个月，一直做个。安尼哦，哎、欸、啊，你拢袂惊讲，你若出去后壁人啊，你把你捅一刀。捌啦，捅一刀。捌咯，捌啦。你捌红拄过啊？有一遍啊，有啊，捌啦。伊迄是，伊是去一个查囡仔咧艰苦啊，我要出来洗房甲买药啊。啊。啊，日头红昏暗。啊，伊迄个较早迄路边，洛江街啊，路边有种个井啊。井啊，榕树下。榕树下。一丛去覕一个去井啊顶，伫顶头。对啊，啊伊嘛无够大丛啊，去覕到一顶，啊我行到，行过头去后壁跳一个落来，啊头前跳两个落来，哎呦，砸嘞！啊砸嘞，唔知出啊嘛无看，即叫那个用个小头去嘞，吼、哦，那个我嘛唔知怎啊掀起来，啊掀起来即那个用个小头，啊再有去好几落无扑脚在伤啦，啊身躯无啦。先过伊抱我袂住啦，啊，着手骨了呢，啊，着手骨，迄有看到一只针啊，头一过哦，哦，针啊，你知影吼？啊，我三下只针啊，三下都过走了，啊，我针啊断掉，我着阁继续去买药了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想象力，你把眼睛闭起来，听他刚才这样的描述啊，在一个午后黄昏的榕树下，前面有人，后面有人拿着刀要跟他拼输赢，啊，后来如何？咱国语讲金盆洗手，台语讲收卡洗手，你后来如何买？我爱行这条黑社会咯。我行到黑社会，我直接对原在国走来台北，原在国走来台北离开一站啊，啊，再国转去。离开迄个是非地就对啦。对对，我再去转去，转去才开始，无做我要做的工去。什么款的工去？都
甲伊有钱人赚的，我头下就是去种香料，香料你听有无？我蘑菇养菇啊，我一搭一栋一栋一栋五十几，我种两栋，就去处理下去收成起来，台顶起来起来用。所以以前做乌，后来做白就对啦。嘿啊，后来是确实伫个农农参做农的人共款工作了，共款的工作。了解。哎，靠家己的双手，赚正正当当的钱啦。好啦，迄马钱，就是我还佫有一寡地啊，真侪地。就是到迄马，迄落爱国奖管理了，即大家落去马则袂掉去，输了则袂掉去。你讲你后地当有咧？我拄仔甲你问，影片内面讲输掉一栋厝，啊个产地，个你遐个赛车有诶无诶？嘿，我所有的钱拢伫迄个输去。好，先讲阿姐，我大概报告啦。输兄吼，有法度行一摆租借啊，是因为看到一张租借诶收据哦，而且伊第一届做志工做啥呢？我等下甲讲互你听。那先来看伊即摆用心付出为别人服务诶精神，来。和一大群朋友前往火车站，王江东可不是要聚众械斗，而是要和志工们一起送和美仁爱之家的小朋友去搭火车，协助他们回家过节。假日人潮络绎不绝的彰化火车站，平常就有将近27000人次的乘客量往来，250多辆列车穿梭其中。王江东说，原本月台的通道设计只有阶梯没有电梯，要横越铁轨和月台，对这些身障孩子来说难度相当高。你这是新竹的？今天嘛新竹，这个你要新竹。新竹的唔叫做过月台嘛吼，啊那南下唔免南下多一批个。于是，志工们从2004年5月开始，替行动不便的长者和学生抬轮椅。这相对是第一届，啊，第一届做这个活动个，还是几啊个？阮足侪年咯，唔是第一摆，第几了十摆哦，直到2012年年底，台铁耗资2000万建造的升降梯与空中走廊启用，这才解决了行动不便者的困扰。仔细关照每个环节，王江东说，虽然现在只需要简单的推轮椅，但是每位志工还是小心翼翼，避免在通过狭小的闸门、电梯门的时候伤到孩子。这些用心都是自己和志工长期相处、相互切磋来的。其实师兄他的个性就是蛮好的，他自从是进来培训以后，他把那些恶习都戒掉，而且他所有的情路他都会配合。我们有事先跟他约好的，他一定都会到，然后出席率可以说100%了。他在生活，我是过安尼的生活，啊，即摆差天顶甲地咯，无同哦，无同。以前是像安尼记啊，即摆是。啊，唔过我即摆分享，大家真爱听我分享，我讲半笑话啦。六十年前是大哥了，啊，小弟十二个啦，农历为七天啦。啊！即摆哦，即摆变正侪，我咧。你做来侪，做来堵啦。啊，我是哦，做咧堵的，无通做来堵。哦，啊，我无咧蹲的，无通蹲啦。无通蹲，爱堵。我堵，堵。靠！哎，你只靠叶啊？我要是。你上完多几条啊？后边一条大条的。几条哦？你上完几条？对。这个最佳家就可能穿经济就好啊，多落的穿好诶，最光
做菜。弯腰拔草，团队成功不鞠躬。王江东说：“做中学，学中觉，大家分工合作，彼此配合，就能从中相互学习与成长。”像讲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吼，如是因如是果啦，吼。你看，过去虽然伫乌社会招条招种，不过哎，因缘罢吧。嘛是当入来租借，请求咱租借最后也为别人服务啦，对吧？那呢，工大呀吼，以前讲工大，即个叫王师兄啊，王师兄。我拄啊要看影片，之前讲啊，你第一届甲租借去演是听讲伫别人兜啉茶开讲的时候，看到人个桌顶有一张租借收据啊。嘿，是。迄差几年前个代志啊？哇，迄侪年咯，迄嘛是差不多江水堂，咱彰化分会敢是。民国八十年前，我唔是，阿不管你。咱政治堂，咱迄个九十八十七年嘛开始劳动工的。就差不多迄阵咯。所以十几年前，你看到一张收据，你迄阵知影这张收据代表啥无？我唔知啊，我就是看起是我那一厨子，你那咧立这款税金嘛呢？税金？我当做税金单。诶，书记，我讲那小姐辞职，哦，辞职迄两年我会发，辞职迄两年你捌，我捌，但是辞职这个团体你做啥你唔知，唔知啦，啊，你就甲你个朋友问就对啦。啊，那伊讲我伫花莲，花莲有一个书记，哦，啊，阮都定寄一寡工作款去哦，可以，若有困难的人通用，哦哦哦，啊，我前一年讲我嘛要，嗯。啊！我问看安那寄，伊讲我平时说国寄，伊讲唔是国汇款的，唔是国拨款，国从配个现金贷就好。哦，现金贷。对，有迄个心。啊，咱就知讲花莲有一个组织，就伫做救苦救难的代志。对。啊，咱就靠底下有钱，啊，咱就来到赞助安尼啦。啊，我就刚问，我讲啊，这汇汇，伊讲唔是汇汇，叫做公德款，公德款。哦，我当做会费，伊讲唔是，我阿姐安那算，伊讲最多一个月一人一人分一百块，我一百上少，我只有两百，哦，我就加两百，就起别个对啦，啊两百，两百的继续一直两百块只嘛。过去啊，讲实在，你辛苦比这么细汉的啦吼，啊，趁钱嘛介轻松啊，讲较白啦，租者到底什么好，吼，你愿意讲我？过去的歹路莫行，这个来行这个光明路，也是迄洪玉祥带动的，黄玉成啦。嗯，我摕功德款去寄的迄个人带动的，用说明直接给我听啦。哦，以后啷个你讲？伊讲因一个大鱼啦，我来袁志明啦，啊，原在叫袁志明啦。嘿嘿，哦，哎，因迄洪叔干那要食酒，无爱做事啦。啊哈，哎这。因这个大鱼哦，无食酒，骨真怕病，他无汤好啉啦。啊，无汤好啉，伊就起起来就去食迄个农药啦。啊，啊，农药是叫主家人发觉到，哦，就甲送去主家边啊，过咧就甲救活起来。哦，啊，因迄大鱼现在伫咱花莲处置，拢无转去啦。我前前面人旅游，那只多人花莲辞职啦，在做志工。啊，什么名我未记个名。啊，归去做志工做长期啊。哦。已经入去一二十年，十外万年。OK。啊，拢无转去，拢在辞职啦。所以你刚刚讲，我就安尼感动，讲系安尼，一直在咧救人诶，都唔是咧，用诶就是安尼，我则继续。无亲无故诶人，对无？啊，咱甲咱救，嘿，吼，甲咱听。这旅游我听讲系。啊，这自己也很好哦，很团结咯。啊，小哥姐食农药就个，按几大罐到青亚市这个，负责个该精神来才敢离开哦。嗯嗯，无唔敢离开哦。了解。哎，啊，就是啊，你咧讲啊，你我听啦。啊，我后来我上立会去啦，后日豆豆慢慢啊来，我自然啊，迄音量我提入去啦。嗯。所以啊，我感觉我带动。真侪人的智慧，对自己有兴趣，带动真侪。啊，你冇在听上人开始嘛，对吧？我定在听。书遮尔啊侪话，你感觉都是古对你上有帮助？啊，
公事啊，讲这么侪话啊，吼，开始啦，伊讲静思语啊，啊，你有倒一句上介意的无？我逐句都介意，逐句拢介意。伊咧讲的话中真有道理的话，哦，所以我听了会入，听了入去。好，每一句都受用啦，好、哦、啦，因为上人的法就如大海的水一样啊，哈、哦，就像这个清流一样，哦，因为师兄的法号你知道吗？济水呢？君子如水，随方救援的水哦，所以他现在不仅要当一位如涌泉的人间菩萨哈、哦，还要多做多得。我们来听听师兄们怎么样赞叹他。来，想起他现在很厉害，他现在改成是素食以后，他说是好像是去年，就是我们陆军长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说，陆军那个。卢锦章素食真的很好，那之后他进来还没有全素，他后来都说，我们现在都在推广全素，人家不要，他说好啊，他说试试看嘛。他之前都说，如果我在做学道，我来吃菜的时候，那还不对啦。后来我们都跟他说，素食真的很好呢，他就说好啊，那试试看啊。结果现在真的是全素。那吼，用果酱来相救做环保爱护地球啊，其实家己栽栽食素食啊，嘛是对咱地球有帮助，对咱家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啦。吼，不过跟大家报告啊，无讲你唔知啊，孙兄自少年卖猪肉卖了几啊年，该无卖呢？你当中有哪卖几年啊？十外年。十外年？你卖十外年，当然家己卖猪肉，家己有吃吧？有啊。啊，你哪发到讲要栽栽要食素食就食素食啦？啊，上年就食素食。啊，咱伊个地址，咱就来对食素食。你真听话呢？我目的呢，安尼了了，无啥。我无好甲人讲，我要好个，才来食素食，啥物我都无。因为我即摆经费真足啊，我无欠啥物啊。哦，我无想遐济，我就讲，都上林食素食，啊，我伊个地址，所总归伊就是伊个地址咯。对。啊，就是我要对食素食。即摆你分享，我是听了后才。甲在济公菩萨咯，在有诶分享，我加分享，甲无滴我分享过咯。我加讲，我是讲吼，人总是会老，对，啊，骨啊强总是会老了，吼。啊，我常常一句话，讲老毛有两种，吼，一种死老毛，一种活老毛，吼，死老毛，活老毛，我就是活老毛，我就是想办法赚钱诶。啊，无支持袂调啊！啊，为是安尼，死要陪人，啊无钱位倒来，唔知食饭嘛，唔知要倒摕钱。但是我唔是，我是真富裕咧过日咧，因为我上年有咧做啊，增加做较乌咧。人生若有大目标，千金万担都能挑啦。人生若没有大目标，一根稻草要折弯腰。虽然七十几岁了，不过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实际这个菩萨道上永远欢迎你。不管你何时加入，你都是有办法，如我们的王师兄一样，从黑变白，返璞归真。我们再次来祝福王师兄，好吗？感恩的本源师兄的陪伴哦，继续走哦，做主者，形形色色，感恩。